7号，网上爆出一组陈都灵 cos 赤木晴子的图片，因为王祖贤和陈都灵谁更像的问题，引起了网友们激烈的争论。照片中，陈都灵身穿橙白相间的10号球服，单手举起了一个篮球，面露微笑，灵气满满；而王祖贤身穿白色背心、深色短裤，将球放在膝盖上，露出甜美的微笑。不少网友表示陈都灵挺像的，很灵动。也有网友说王祖贤真的很像，是气质美女。陈都灵与王祖贤谁更像赤木晴子的问题引起网友热议。芒果捞新闻，陈都灵有灵动，王祖贤有气质，都是美丽动人的小姐姐呢。不打。Yeah.